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明经历史台啊！我们是黄二代说黄二代和袁老们，现在今天进入了第十九集，我们唯一的嘉宾是彭查磊先生。你们好，和平先生你好。哎呀，刚才啊，我们要调一下彭查磊先生的这个灯光啊，调来调去，因为人家说。你跟这个彭查磊先生做节目，一个呢唱黑脸啊，其实不是黑脸，红脸，红脸，一个呢唱白脸，我其实没有那么白，唱黄脸，我的脸是比较黄的，我是黄种人啊。但是您的灯光怎么老是调不好啊？对对对，这个我原来以为是灯，不是灯光，就是我因为打高尔夫球，所以呢，你看啊，你看我这胳膊很黑，嗯，看得黑的吧？啊，你看多黑呀，啊，这胳膊就是因为晒的，啊，因为我每周啊大概要打个三场四场高尔夫球，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晒，虽然有时候也抹这个防晒霜，但是不管用，还是很黑，难怪你的都很黑，啊，哦，你的肤色比较接近川普总统啊。人家不是说嘛，那个白人呢，他们都是那个自己晒太阳，如果那个白人的皮肤太白呢，说明这家穷，如果这白人的皮肤稍微红一点呢，就说明这家有钱。为什么？因为晒太阳晒的。我跟你，我们俩人，你就是曹操奸臣，我是关公红脸。你不能这么攻击我，你攻击我，我现在悄悄的要攻击你一下。但是呢，我们就这个节目啊，你只要上了电视做节目啊，那你被攻击和被吹捧两个事情都会存在。有的人会喜欢你，哇，彭查磊好的不得了，有人就攻击彭查磊怎么怎么样，那当然攻击我就主要的，因为有人就恨说彭查磊做节目啊，真讲到关键的时候你怎么突然打断了啊，你是自己出风头啊。我也看到了，有那个评论，因为我平常不看那评论，偶尔的看一下，然后有人说，哎，这个何先生这次不错，不怎么打断彭查磊先生了，这次有进步，还说你有进步。对我的虽然也还算好好评如潮，但是也有这个不喜欢的，也有。对对对对对。而且呢，我这次呢正好呢，那个想跟你呢说一下什么呢，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哎呀，不，很有趣的事情咱们先不说，我们还是要讲一讲，跟网友扯一扯，因为网友老是觉得，哎，啊，有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啊，这个红二代自认为了不起，人家就说这是谁呀？哎，我就说啊，彭查磊先生其实几次说我要不要把自己的历史交代一下，我说不要，对，咱们做节目啊，要慢慢来，你要了解彭查磊先生啊，你可以呢。优度点，慢慢看节目，不要一下子节目露底给你们，不行，对吧？对，关键的时候我们还要扭一扭。现在呢，他们只呢，可能呢，就是看我一点我的这个甲骨文的绘画，可能稍微的呢，知道我呢是至少那个会画画，会写字儿，这点他们可能知道。其实这也跟我的历史有关系，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画画，也不会写字。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请你介绍一下你的画好不好？你的画这个今天介绍几幅啊？一幅啊，两幅啊？两幅吧，就是这两幅是系列作品，就是我这个两幅实际上是孤独系列的。孤独系列啊，请我们导播放一下。有一幅呢，这个色彩的。叫做孤寂如此美丽，孤寂啊，寂寞的寂，孤寂如此美丽。这幅画呢，这个我相信和平先生是没有这种感受，但是我还有很多人啊，这是有这种感受的
啊。为什么你们有这个感受，我们有这个感受，你说一说。对，因为呢，你比如说，这幅彩色的是孤寂如此美丽，是一个这个甲骨文的马字，就是有一匹马哈、嗯啊，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在这个山边水边啊这种的，他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很享受，所以为什么说叫孤寂如此美丽啊？这个他宁愿这样，宁可这样啊。有好多人呢，他们有自己的自我，所以的话呢，这个有很多人有这种同类同时的这种感悟。像你呢，不可能有，为什么？因为你身边永远有很多人，而且你今天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今天不是这个骂你，明天就是那个夸你，反正都是各种都有。我们这个不是，我像我在美国这儿研究甲骨文绘画的话，一下就十年，基本跟外界没有来往了。嗯啊。我现在是想估计都估计不起来。对，你想估计都忙死了。我呢为什么要躲在这个美国这个 Oklahoma 这个乡下呢？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在纽约呀、啊、旧金山或者在北京啊这种地方。要在这种地方，那你讲话想估计你也估计不起来。对。哎，我的这个第二幅作品呢是一幅黑色的啊，就是夜色的一幅，也是马。一匹马在月光下呢，这个非常的艰难的往前走着。这幅画呢也叫孤独啊。这幅画，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让这个小编把这幅画放上去看一下。嗯，放下来看看，请他。要放了哈，这黑色的这个，哎，这幅画呢曾经有一个老板看见了以后，哎呀，死活说查理呀，这幅画画的就是我呀，就是我。你怎么就那么了解我呢？我说怎么讲呢？他说就我就是一个人在这种黑暗中摸索，但是还得前进，还得这个非常艰难的往前行着。哎，他说这幅画简直就画了我，就是画的我的心声啊。你无论如何这幅画要卖给我，最后我还是没舍得卖给他。如果要是我太太，早就卖给他了。这个的说明什么呢？有一些奋斗的人，他们是很孤独的啊，但是呢他又不得不自己的去拼了命去奋斗去，就是在这种的这个孤独当中去摸索，去发展啊，去探讨啊，去追求啊。所以呢这个这幅画呢是老板马上要，那这两幅画都是有人要买的，后来我都没舍得卖。要卖我就早就给卖掉了。你现在私藏起来了。现在呢得藏，因为现在我的画都让我太太给卖光了，没有了，我再不留点没有，这些画呢就都卖光了。这幅画呢他们说了有一个要中国有一个顶级级的画家啊，应该是中国现在卖的最好的这个三位还是五位画家之一啊，就是最世的啊。那么他的夫人干什么呢？他的夫人就帮他卖啊，把画卖掉，然后把房子啊。那么中国的房子涨得很厉害，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就是发了大财。所以发财的结果呢，对我的等人呢，就只有一个好处啊，吃饭的时候满单啊，满单。但是一满单以后，他就跟我讲了真话了啊。他说世界上最傻的事情就是买房子。哎，我说怎么回事？为什么呢？他说我那个画的涨的价钱比房子不知道涨了多少倍。那倒是真的，这个那理解吗？对，我的一个好朋友，你可能也说不定认识冷军。冷军，哎呀，冷军的画价钱涨的简直疯了。那么其实呢，对于冷军来讲呢，我有好多朋友呢。对他有评论，但是我觉得这些朋友大部分对冷军的评论和认识都是不足的，认识的他们只认识到冷军画他原来的这个太太的这个这幅画就是这个超写实主义的人物的画像，其实他远比这个要多得多啊，而且这个人非常的认真，非常仔细啊，他看我的画的时候就趴在上面贴在上面去看。而且能说出来啊，我用什么材料了？因为我用很多材料都是普通的画家不用的材料，
所以这个人是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他是很研究很非常非常研究的东西的一个人。现在对他的有些评论呢，包括对范增的有些评论，我觉得都不是太认识他们，不是太认识他们。啊，你刚才讲的怎么会对范增的评价不是那么了解他们？您什么意思啊？对范增呢，这个绘画呢就不说了，因为对他的这个书法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评论啊，有很多人不太喜欢他的书法，但是他实际上是以书法起家的，也就是说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不到30岁吧，他的书法已经很有成就了啊，反而他的绘画呢是后来开始这个有成就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这个范增到我家去玩儿啊，他跟我大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那时候他画画啊，还没有他的前夫人边宝华的画有名气。他的前夫人边宝华的画呢，当时呢比他有名气。范增那时候是在哪儿呢？在这个历史博物馆，工作。嗯，所以他跟沈从文有一段恩怨。他的恩怨太多了，他的恩怨实在太多太多，跟他的老师李苦禅，还有跟这个，反正跟这个老一辈的画家的恩怨都特别的多，就是唯一的没有恩怨就是跟我岳父关系好，跟我岳父岳母关系好，跟我太太关系好。哦，是吗？对，他的恩怨实在太多了，我都可以给你们讲一下啊，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但是他呢？的的确确，我就刚才讲到他原来的绘画上呢，他的画还没有他的太太这个边宝华有名气。有一次我还印象特深，那时候我还很小呢，他到我家来玩，在我家呢跟我大哥聊天，然后就画画，他就画了一个和尚，画完了之后，那个范增说话不是现在就这样，他年轻时候就这样，老宁，我这幅画绝对是绝品啊，绝品。然后我大哥说好，画得好。然后后来他走了之后，我大哥把一揉扔，要什么破玩意儿，揉着给扔了给。但是因为他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学生刚刚工作，所以那时候的画吧确实还是，我也看了那时候的画一般般啊。但是后来又过了若干年后，有一天我突然看见他的有一幅画。画了一个，当时好像是这个屈原呀，还是钟馗呀？好像屈原，这样，哎呀，那两眼冒着怒光，带着泪水，冒着怒光。我一看，哎呦，我这范大哥了不得了，这画太牛了，太棒了，成了。我说他现在这画跟原来可是有完全不同的境界啊！以前只是画一个，现在他能把那个人的那种的。怒气那种的情感眼泪都画出来，哎呦喂，我一看我说这范大哥行了，因为我叫他范大哥啊，这个我说他的画行了，哎，果然后来他的画真的厉害起来了。那么可是在年轻时候呢，我为什么特别承认他的书法呢？他在不到30岁，他研究这个谁呀，他研究这个王羲之啊，已经研究到家了。能够像他在不到30岁把王羲之的书法研究到家这种的人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他能够在那个时候他就研究出来了王羲之的有一种字叫做这个亮白字体。这个能说出亮白字体，我估计你听说过吗？什么叫亮白字体？没听说过吧？这个亮白字体啊，这个说白了就是用黑白的对比形式写出来的字。那么呢，他曾经呢，我看了，因为在历史上，有就存在的亮白字体就20-30个啊。在这个王羲之的这个书法当中有亮白字体的话呢就几个而已，非常少。他能研究出这个，而且他有一度，我认为他有一度呢他就写亮白书法，
这个亮白书法啊，跟别人的不一样，什么？它每一个字都得创作，你不能说按照咱们普通那么写，那不行。每一个字都是创作的，都必须得是创作的，难度相当大。我看了他呢，早期有一些书法呢，那时候他都很年轻了，就是走亮白书法的这个型，后来他放弃了。那么呢，到了我研究亮白书法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接着这个按照这个范增这路数，接着把这个亮白书法呢给它写出来，写完整了，争取每一个字都能写成亮白书法。后来我也放弃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每一个字你都得创作，每一个字你都得创作。这个范增我估计他的放弃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你每一个字创作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几乎可以说是不太可行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有很多现代人说呢，这个范增的书法呢，就是像画画一样啊，就像画画一样，没有什么笔力。其实不是这样，他的这个笔的力道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因为要搞这个亮白书法，所以他只能用绘画的这种形式呢来创作，才能够写出来这个亮白书法的这种书法。我估计现在懂得亮白书法的人和可以写亮白书法的人，或者说就知道这个词儿的人，恐怕大家都很少。你听说过亮白书法吧？第一次听说。你也第一次听说吧？我应该给你们看一看什么叫亮白书法。这个我看看能不能待会儿给你们翻出来有这个亮白书法给你们看一眼。你翻一下。看一下啊，给你看一下啊，我给你找一下看一下。亮白书法，这回我戴眼镜了。所以呢，刚才讲到呢，这个谁啊？这个范增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的书法的研究已经相当的深了。这个呢，很多人呢，不太了解他，你知道吧？那么呢，那么后来他完全出来了自己的风格。当你的自己的风格形成了之后，那你就定型了，你就不能随便乱改了啊。我在这个讲这个书法课的时候呢，也曾经讲到啊，这个毛泽东啊，还有这个郭沫若啊，还有这个谁，这个范增啊。讲到这几个人，那么他们的像毛泽东啊，郭沫若啊，还有范增，他们的长处都是有了自己的完整的自己的书法体系了啊，就是一看你就知道是他的字。有很多人写的非常的好，但是呢，你一看呢，那都是古人的字，跟这个跟他没什么关系，那是模拟嘛？哎，只是模拟的，哎，临摹。这个那这临摹呢，那谁都可以临摹，是吧？这在这上面的话呢，那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那我觉得还是这个是很难得的。反正以前呢，反正和他的这个南丽啊到我们家吃饭一吃饭的时候他就这手里拿一个东西出来就给我生了一幅字这幅字呢现在我也放在饭堂里面，为什么放在饭堂里面呢？我就跟范增开玩笑说，我这是你的饭票饭票。好，我现在给你们看，我现在给你们看一看这个所谓的亮白书法，什么叫亮白书法？你们现在能看见吗？你抬高一点啊，我看到了，不要动，不要动，神韵是吧？哎，你看啊。Okay.这个亮白书法你看见没有？你看这个贝字，看这个贝字了吗？对。那么贝字的话呢，它是怎么写的呢？本来应该是两横，然后一个然后一点，对不对？但是它这写这两横，你看它是用黑白对比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看见了吗？它你看不到那两横，可是实际上它有两横。明白吗？对对。它用黑白对比出来，你看这个立字，这个音的立字也是，你看了吧？它不是那个
一这个就是哎这一点儿，然后一撇儿，是吧？一横，不是，他用这种方法出来的，你看见了吗？哎，用黑白的对比做出来的，包括日字，你看这日字也是，你看不到那一横，可是你绝对认为这是个日字，啊，这是我写的啊，这个这边也是这样，是吧？所以这种的就叫做亮白书法，啊，是用黑白对比的，啊，用黑的和白的交叉，把它交叉在一起组成的字。嗯，今天学到了一课啊。每次做节目的时候，我都接受一下美术啊书法的修养教育。你看这个字也是，你看啊，哦，励志，看见了吧？你看这个励字非常明显，它不是那个一个点两个点一横，你看它这样用这样，那个也是，明白了吧？嗯，这种呢就叫做，你看这个也是，嗯，紫烟是吧？哎，紫烟、啊，哎，这就是都是用黑的和白的两个交叉在一起组成一个字，而不是像我们那个写的那个字，比如贝字啊这样，然后一横两横三横，然后一撇一点，不是这样的，它是用色块组成的字，嗯，所以呢每一个字呢都需要创作，每个字都需要创作，所以这个呢是相当难的。而范增在不到30岁他就完成了这个了，那已经是相当难了。现在很多人别说呢，现在我想做的都很难做到，能够创作少量的可以，多数的也很难，那都要需要设计的。对，范增这个人嘛，因为他具有争议性的时候，有时候被争议的时候，人们就忽视了他另外一面，因为争议的时候就是什么点其一点，不其其余，对吧？对，他呢，确实呢，就是在做人方面的话呢，比较狂妄，所以很多人呢不太喜欢他啊，这个他这方面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很多不同的。这非得有一些心胸的人才可以这样。其实范增也有他另外一面，比如说我们到街上去逛啊，或者是吃餐馆啊，基本都是范增买单。然后到街上去逛呢，就是逛各种各样的店啊。我们比如说有一次去一个这种啊，就是面具店啊，范增的那个眉毛是很浓的嘛，对不对？啊，结果我跟他找一个更浓的眉毛，一看起来很像那个萨达姆豪扎因啊，那些照片我们都拍了一些，都不知道放到哪去了。哪一天有人找着了，好玩啊，那就是很。那年我跟我太太去这个，有一年他跟一个画家代表团到美国来，在旧金山，正好呢碰我太太和我们也去那儿去看，就在那个旧金山的那个莎士比亚公园的那里边有个大厅，哎，很多著名的画家，像唐云呐、啊、什么这些，反正好多有名画都来了啊。那时候范增一幅画700块钱，没人买，给范增气的。范增说：“哎，他叫小弟，那先找个人买呀，这700块钱，这够便宜了吧？这已经很便宜了吧？就这钱没人买。”现在你可了不得了，简直那个时候700块钱都没人买，现在他的画的价钱怎么样？你说范增的画的价钱现在啊？啊，现在当然很贵了。现在他的画的价钱，虽然现在呢，由于对他有争议吧，就是拍卖的时候呢，现在不太有人买，但是还是有人买，因为他的画价位置已经在那儿，你抵制呢也很难抵制。就是主要他就是什么呢？现在因为大家看他那个所谓的造假画事件，你知道什么叫造假画？就是他流水线，对那个画，结果他不知道谁给拍下，还给放出来了。你说这就要命不要命的？这只有在美国我看见过，就是在唐人街那个有画油画的人，他们自己也开个小画廊，然后呢他就画那些风景。就是这样画的，然后他就是很便宜卖，几百块钱，200块钱、100块钱一幅卖，那很多游客买啊，尤其在那个
那个 Fisherman's Wharf 的渔人码头那地方，对啊，有这种的，对，那种话叫行话嘛，啊，这种就行话这种的啊，这种啊，但是呢，问题不知道怎么范登突然也弄点行话出来，这所以大家是实在接受不了这个，这这么大的大画家，你还玩行活，这个实在是受不了啊，这都是那个油画村里边那些人干的事情。不过啊，是在这个人世间啊，是人就有争议啊，就关键看你怎么去看争议。就把我们的节目，对不 对, 对, 对，我们的节目能够做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而且可以继续做下去，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秘密就是聊天，也没有准备聊天，聊到哪里算哪。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你要按照完整的学习水准，不要说学习水准，你按照正常的媒体，那我们的表情手法都是很新的。你正常的走法陪上两三天，剪出来五分钟，对吧？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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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